新闻继续关心的是，立委李俊毅在今日召开的记者会，宣告一系列筹备的活动，包括艺术表演、讲座和公民对话，是要正式来启动。在拍头阵的是邀请到软剧团在四月四号在北门艺来演出。聆听百姓声音，李俊毅表示，作为一个民意代表，应该走出户外，甲民众面对面交流，了解乡亲的需求。过去三年外，已经举办过74场北门夜音乐会，55场行遍嘉义各里的社区服务。这个影片看见改变，现场首次来呈现给大家，要让市民看见改变，让嘉义动起来。接受的半年，李俊烈本着甲市民互动交流，推广美学艺术，倾听民意，找出问题，规划了艺术到咱兜以及公民对话。要倾听所有公民意见的对话。接下来，我们从四月份要正式推出的是"艺术到我家"的系列，跟公民对话的系列。"艺术到我家"，我们总共有5场的表演，哈，那5场的这个座谈，就是让嘉义市民可以更感受到哈艺术，更了解艺术，让我们做一个平台，让全嘉义市民都能感受到"艺术到我家"的这个境界。那公民对话的部分，就是说我们针对不同的主题，邀请不同的主讲人来谈，共同。关心嘉义所面对的问题，我们之前已经办过一场是有关空屋的问题，那接下来我们会针对青年参政、青年如何创业，还有银发族的问题，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跟大家来做一个公民对话，那希望全嘉义市民都能共同来关心嘉义市的问题，共同来为嘉义市的成长、嘉义市的进步来努力。酸乎威力 PM2.5 危害健康，李俊毅也有先见，在立委间为这环保公害议题，由专家座谈，甲公民做交流，让这个重大事情有所凸显，并进一步来寻求解决之道。未来甲公民对话有青年参政、返乡创业以及老人长期照护，会陆续来推出，甲大家做伙讨论嘉义市未来的重大议题。开放平台由参加的市民直接参与各项公共议题的讨论，形塑社区意识，刻画嘉义市未来的环境甲蓝图。细心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